专门的。自己开车干什么？哦，四百，就是说跟那四百。好，不错的。会车。按银超是吧？对对对，按银的会车。然后点一个空白的地方，点空白的地方。右键还是左键？不用，就点空白的地方。好。双，你左键点一下空白的地方。好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分库。好。看到吗？就这一个，这一个。听见了。这一个。然后点这个分库。分库。五十乘你这个地方是，你想分五十乘五十还是一百乘一百？比如说你想分一百五。好。然后这个地方加一百五。这两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分度的时候不要动，因为咱调好了，就它间距就差这么多。然后点 OK， 然后这个地方点这个地方，全就是观看前图。好，然后把这个地方挪到，把这个图标挪到它的右左下角。好，挪到这个整个分图区域的左下角。好，然后点这个最佳视图。是吧？然后最佳视图，然后就这样就分图就分好了，然后就开始打标。打标的话，比如说咱从这儿，好，反了的。然后你要如果想看一下，因为咱要第一眼要这儿速度功率，你可以改从这儿。是啊。速度功率还是改成1000吧，打得快的。好。然后应用功率、速度，你这可以都可以改改。好。然后应用，然后这个地方看到吗？这个地方啊是预览，预览对。好，然后你开始这就可以启动了就。好，你比如说启动，你看它这个第一个大标位置在这儿，你可以把这个板挪到这儿来，放到这儿来。这个位置，然后点下一步，哪下一步？这不 next 吗？点下一步。好，点下一步，那边就随着动。好，然后再点下一步。下一步。对，一直，你要如果说感觉这都可以了，不用预览了。好，你就可以停止。好，把 stop 这个地方有 stop 吗？把 stop 吧，停止。好，然后一个三，然后就开始执行大标。好，明白了。执行大标。Thank you.